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个家庭，他们家里啊有个唐氏症的小孩，我们称为唐宝宝。他今年啊25岁了。那么爸爸妈妈呢，不止把他照顾得非常的好，而且呢还培育儿子成为一位音乐家。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家一路走来的心理路程。